跳舞吧，拉拉小手转个圈圈，我们一起跳舞吧，来吧小宝贝，爱跳舞的小宝贝，一起跳舞笑哈哈，转个圈圈，我们一起跳舞吧，来吧小宝贝，爱跳舞的小宝贝，一起跳舞笑哈哈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想智慧树，快乐做游戏，耶、yeah! 谁在呼叫鹏鹏？鹏鹏，鹏鹏！哦，是小嘟嘟啊！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鹏鹏，鹏鹏，鹏鹏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程程。鹏鹏你好，我叫程程。鹏鹏，鹏鹏，我们要比一比围巾的长短，可是我们不会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哦，是这样啊，这个问题可难不倒鹏鹏。啊哈，遇到困难不要怕，总有办法解决它，生活其实快乐简单，跟我一起一二三，第一步把围巾撑开，第二步把围巾的一头对齐，把围巾从长到短排排好，问题就这样解决了，生活其实快乐简单，把围巾撑开。哦，晨晨，快看，围巾都全在一起了，我们快把它铺平吧。来，哇，好棒呀！还有，还有一个。是不是还有很多鼓起来的包包呢？
第一步已经完成了，该做第二步了。第二步，把围巾的一头对齐，注意三条围巾都要从一头对齐哦。把围巾的一头对齐，晨晨，你知道怎么做吗？对齐。哇，小猪猪知道了，要把三条围巾的一头都对齐。我们来吧，嘿嘿。哦，对齐喽，加油！对齐了吗？对齐了。哦，对齐啦！哇，第二步已经完成了，该做第三步了。把围巾从长到短排排好。程程，你知道哪条围巾最长吗？这条最长。对了，把最长的放到上面。哦，放到上面去了。看看哪条围巾最短呢？这条最短。对了，黄色的围巾最短，应该排在最下面。哦，完成啦！小嘟嘟要戴最长的这一条。小朋友你太棒了，哈哈，你们太棒了，小朋友们太棒了，遇到困难解决了，生活其实快乐简单，跟我一起一二三，第一步把围巾撑开，一定要铺平哦。把围巾的一头对齐，注意三条围巾都要从一头对齐哦。第三步，把围巾从长到短排排好。问题就这样解决了，你学会了，你太棒了，辨别物体的长和短是宝宝建立数理逻辑认知的重要能力。亲爱的家长朋友们，快去找来一些宝宝熟悉的东西，让他们在动手游戏的过程中延伸探索学习的兴趣吧。小小智慧树，小小智慧树。
的。小朋友们，快来帮帮我吧！哪个是红色？这个是红色。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，红色。我今天想换一身黄色的衣服，小朋友们，快来帮帮我吧！哪个是黄色？这个是黄色。我今天想换一身蓝色的衣服，小朋友们快来帮帮我吧，蓝色在哪里？这个是蓝色。蝴蝶飞啊飞，蝴蝶飞啊飞，黄
小朋友，你们谁能帮鹏鹏找到另一根筷子啊？鹏鹏，鹏鹏，给你筷子。啊，谢谢你，小朋友。哈。哎，不一样长啊。这根筷子短，这根筷子长。哎，看来这个不是鹏鹏的筷子。不过小朋友，还是谢谢你了。鹏鹏，你看这根筷子行吗？看起来差不多，不过还是要比一比。还是不一样长。这根筷子长，这根筷子短。看来这根也不是鹏鹏的筷子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了，尼莫小朋友。不客气。鹏鹏，鹏鹏，我也找到了一根筷子。你就是你，快来帮鹏鹏比一比吧，看一看他们两个是不是一对的。一样长，鹏鹏。太好了，这个就是鹏鹏的筷子。小朋友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鹏鹏终于可以吃面条了。起飞了！哦，多多也来了！哦，哇，托托要追上我了，绿泡泡要加速了！是超人，我要冲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我是超人，跳得高，飞啊飞呀飞，飞飞，我是超人，我要飞。冲冲冲冲冲冲，我是超人，我要冲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我是超人，跳得高，飞呀飞呀飞，飞飞，我是超人，我要飞。哇哦！哇，小超人的歌曲真酷啊！听说没错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赶快和我们一起来学这首好玩的儿歌吧！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冲冲冲冲冲冲，冲冲冲冲冲冲！我是超人，我要冲！我是超人，我要冲！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！我是超人，跳得高！我是超人，跳得高，飞呀飞呀飞飞飞，飞呀飞呀飞飞飞，我是超人，我要飞，嘿，我是超人，我要飞。哇，好的，
下面就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做一遍吧。冲冲冲冲冲冲，我是超人，我要冲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我是超人，跳得高，飞啊飞呀飞，飞飞，我是超人，我要飞。冲冲，我是超人，我要冲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我是超人，跳得高，飞呀飞呀飞，飞飞，我是超人，我要飞。哇是超人，我要冲，跳啊跳，跳啊跳，我是超人，跳得高，飞啊飞呀飞，飞飞，我是超人，我要飞。冲冲冲冲冲冲，我是超人，我要冲，跳啊跳，跳是超人，跳得高，飞呀飞呀飞，飞飞，我是超人，我要飞。